现在从真丝汉开始。你要先端给我。好用心哦。什么？啊，好可爱哦！好可爱哦！把那一条撕开来，就看得到什么？不是。哎、欸，那个很美的体重计，拜托。还有，还有，还有。底下还，里面还有别的。你看他的脸，很不情愿。哎、欸，很实用，好不好？圣诞节大吃之后，要记得量体重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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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追求一些现场拆，哎，这一定要拆到底耶！哦哦，哒哒哒哒，对啊，哦。可以啦，郑嘉颖，他带给你冬天的温暖，可以，郑嘉颖可以。